我觉得啊，是不是可以开始学我出这个妆啊？啊，如果有任何觉得好像在戳人的迹象，你就说史丹利讲的，不要说我说的。都是傻。Time for a true display of skill. Watch and learn.我觉得其实啊，比起今年的夏普，我觉得去年的 JT 二队跟去年的 Fighter 二队，去年的 AH Fighter 跟去年的 JT 还有去年的 Magi 这三队来说，我觉得都会比今年的夏普 Fighter 强吧。因为毕竟这个夏普 Fighter 最多就是五个，可能现在虽然都蛮强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在 ECS 打过可能联赛啊，那个比赛经验可能还稍微少一点。虽然他们都是很多老屁股，但他们可能还是需要磨合，不像去年那种什么 Fighter JT 二，看起来都很怪物。而且今年没有像小柴犬这么强的 AD 啊。今年敌的下路也少了一个 Dreamer， 也是有差，少很可惜耶，我觉得很强，他是蛮有潜力的。前面卡了一个瓦口，感觉没办法。小柴犬实力感觉是可以去 LPL 的，我是认真的。瓦口也不烂吧？不要再 A 了，不要再 A 了，拜托！他可能是在哭，是不是啊？我总觉得我要死啊！这个人在搞，我看出来了。干嘛啦？哇，这还可以是摩甘娜的。干，我应该吃饼干的，就没磨。嗯？不是呢，辅助啊！你怎么304？出大招了！被 buff 了一点点啊，胜率就比较高了。两点跑速，两点 AD， 五点跑速。对我们会不会对我的这个锯齿单位感到很奇怪？应该还好吧。现在如果有跟我团练过的那个对手，都会觉得我出装很奇怪。我已经变得一个不是正常人了。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赢我。不知道是我问题还是 AD 的问题。我没知道。哇，好烂的我！
天哪，我怎么这么烂？在这边呢，我有个狙击能帮你啊。谢谢。AD 差距 ，AD 差距。我一个刚好走到中路支援，然后刚好又到上面，这时候对面就是说，为什么一个 AD 在这里？好奇怪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我血好多哦，不是小多，不是弹头，是我射下去没有死哦。终于站起来了，其实我早就站起来了。哇，阿姨，哇，没有报警。不是哦，不知道怎么在峡谷之间打久了，就想要来，突然想要来一打二。但是你们都看出来了嘛，其实是差一点呐、啊，对不对？777跟87就只是差一点，就是差一点点。而且我看出来啦，都是因为那个 Imp 他点了这个砍倒。如果我刚刚是致命一击，那个阿奇就死了。Imp 的错。别弄那个啊！为什么都会弄那个啊？完蛋了！好烦哦，一直那个哎、欸。哇塞，剑姬好强！哦，我们上路输好多、哦，完蛋了，剑姬无双，倒凉了，这样凉了。哦，他赢好多哦，我现在发现哎。我怎么都丢不到夹子啊？奇怪。没有看过像我这么不会丢夹子凯特里。哎，其实不能吃哎。这边的话是贝特 ，AD 会来探，然后 AD 死了 ，AD 死了，嗯 ，AD 死了，拜拜。对，哎，鸡死了，我死了。哇哇哇哇哇！那你的力度闪现，哇，啊，小啦，是不是刚好卡？不会吧，我现在很痛哎、欸，我一个点五个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配上我那个愉悦之刃，根本抓不到我。
我觉得啊，是不是可以开始学我出这个装啊？啊，如果有任何觉得好像在戳人的迹象，你就说是哪里教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说的。队友是不是在搞啊？会在完全出发不了数学之阵，没事啊，那是因为我们输啦，有五个人，我一双小弟，哇哦，好帅，好帅！你以为死的是中路，就是死的这一滴。阵型刚刚太烈了，因为照来讲。就是凯特琳的阵容，凯特琳阵容要有一个坦克，感觉会有人忘记帮这个罗伊挡招哦。嘿，咻！啊哈，哎、欸，没死。不是啊，艾尤塔罗在 AD 到底要怎么玩啊？超级白痴的角色。我走出来就是两格，你看有塔龙在，就会长这样啊。不是哦，这场一定要需要 AD 的啊，各位的击杀速度都是来自于 AD 的。哎，不说了，就是这么强悍啊，这把史丹利教的好，没错。